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这个富兰克林呢，开了这台 i8。OK， 我们这次呢是要去他的私人的小屋啊。私人小屋呢，好像在还蛮深山里面的哦。我们看一下怎么走啊。哎，这一堆人是怎样？要参加越野车比赛是不是？不想参加。来，走开！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他好像在靠近瀑布这个地方哦。哎，有小兔子哎！哦，看起来不赖哟，满满的跑车。感觉这边很脏哎，你看，白白的是什么？是灰尘吗？哦，是礼车。OK， 我们看到这里有骷髅马哎，哦，还有这个吉普车。呀，这棵树原本就在吗？这树也太高了吧？哦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这些车子都黑色的。来换个颜色好不好？非凡风情。啊，改个颜色。吗 ？Paint。啊，已经是金色了，换别的颜色。好了，至少不是黑的。哦，一进门就有个喷水池哦，哦，然后旁边还有直升机，这里好漂亮哦，这里晚上一定很赞哦。先进去看一下好了，看它这个。连阶梯都是用木头啦，这是 PM 2.5 吗？空气布满的那个微粒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这台车怎么回事？这台车掉下去啊！哎呦，啊，那台车坏掉了吗？哎，翻过去了，代表它坏掉了是吧 ？OK， 没关系啊。哦，这里好多跑车啊！老爷车，等，这个门为什么？它是这样开的吗？还是它坏掉了、啊？它撞一下而已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客厅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下雪吧，应该是下雪。我把这个天气换掉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天气的关系。Clouds。有吗？有变吗？我总觉得还是脏脏的。吧，算了。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树林这边啊，分多精啊太多了，然后窗户又没有关嘛，所以灰尘都飘进来了。我这边是我们的客厅，该有的都有了。这一棵大树就刚好在这个房子的中间。这边居然有石头哎、欸，然后还有。冲浪板，冲浪板在这里啊！哦，那还蛮自然的。你看，刚锯断的木头都在这里了，是装饰品啊。觉得住在这个地方，随时都有奇怪的虫子从这个石头爬出来啊。然后再來是这个椰菜板。啊、为什么我的人一直在跳啊？不直接在动啊？是我煮饭的地方。好、啊，这些是隔壁邻居啊，他们常在这边吃东西。哎、欸，好。
哦，这边那个方桌，谁吃完东西没有把它收起来？哇哦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花园吗？中间还有小型喷水池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？这里有哦，是什么杂志 ？Taxi 杂志。哇哦，地上有马皮的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火车经过。等他吗？还是他已经过了？哟，看到火车，看到火车，啾啾！哇，这个 view 好棒哦！我上去看一下啊。什么啊？椅子挡住我了。哇，在这边烤 BBQ 啊！哎、欸，你的肉都烧起来了。你这里好素气哦，你看，看，超赞的。外面就是这个小型码头，然后还有瀑布，哇，好美啊，这 view， 对，超赞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露天的，就是泡澡的地方在，泡澡的地方。OK， 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我跳水用的吗？这好可怕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跳水啊！跳水，然后去骑，去坐那台可爱的小船。哎、欸，我们最后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先继续看我们的房子。OK， 这边有一个乒乓球桌啊，然后里面有这个撞球桌，可以过去吗？这里过不去啊！哦，这个水，这个水是被抽干的吗？还是没有水啊？哇，不知火舞哎，棒啊！全部坐在这边，带日光浴，真的哎，真的没有屋顶哎。吗？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分多金啊！我蛮好奇他如果下雨会怎么办。好，我们这边逛完了，我们去看一下二楼好了。二楼，我们上去。进门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小型的停机坪。可以停一台直升机，然后路边有什么、啊？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冷气机吗？哦，真的不是啊，这是那个洗澡的地方，要喷水啊，酷。哦，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游泳池。晒日光浴哦，超爽啊！view超棒的哎。然后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头怎么趴在那个桌子上睡觉啊？他好像还有少一些物件啊。哦，这个电视机直接挡在路中间。哇，电视机好大、啊。哦，好爽哦。哟，这个床，哇，这到底什么？你看它的设计啦，你看这个设计，这根本是那个洒水装置吧？这样也蛮有喜感的，说。不要突然尖叫，我只是射一枪而已。OK， 那我们要这边一个电视机、沙发。好，刚刚不应该射那一枪的。哇，好棒哦，好多树哦。
OK， 我们大致上介绍完了，我应该要去完成我的刚才讲的那个呀。哇，哇、哦，从上面看下去，好多车子啊！喂，爬爬爬！你在下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迷路了，还是从这里？这里这里，跟过去。是在草丛？哇，里面干什么？耶！呀，我应该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的样子啊。晚上长这样子。哇哦！哇，是不是很棒？看，还要打光哎。可是晚上的话，下面就哎、欸，船，反正也是有光啦。是好像也不明显。哇，夜晚的火车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我们刚才没有看晚上的样子，哎。你 cool？ What？ No， please no。嗯，给我安静一点，好不好？安静一点。哦，他连这里也有打光啊！可惜没有水，我觉得应该是模组没有装好。电脑如果不好的话，应该跑不动啊！1900多个物件啊！哦，这直接通出来了嘛？那看一下上去，看一下我们的楼上的。灯光布置是怎样的？哦，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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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致上是先这样子啊，然后来跳水一下的。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？这里，我觉得跳水要白天，不然看不太到他跳水的样子。好，准备跳水啊！呜呼呼！有没有这么可怜啊？哦，彩虹的哎！哇，可以加息标速号，我感觉有卡住。哦，咻哦哦，还蛮好玩的哎，哦 ，OK。我们影片到这边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！我们下一次再见哦，拜拜。